鼻龙，算鼻龙吧。嗯，算鼻龙。毛茧科的鼻龙。实在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呗！三年浩劫，三年浩劫，真是三年浩劫，你不觉得？是人为的浩劫，人为的浩劫。不是啊，那你既然有铁路了，你还要你为什么还要再盖？刚刚是老讲啊，说这条路这样开进来就是坐国团，那不是已经有铁路开进来吗？为什么还要再开？有了铁路还要有公路，唉。那不是铁路站。但是他们要走到这里，那现在阿里山上面死在以后就，只从阿里山那边走到市区，所以我们刚刚从神路走到这里，这一段都不用担心有火车，火车已经不用走了。那至少是它已经建了。他已经钱花下去了，其实关键就在于该赚的钱都赚完了，花政府的钱给他们去赚钱，他们那个国民党的救国团他们要赚钱，他这条路给我们政府替他开，大家开花钱给他替他开，这里面住家就可以了，实在是太夸张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夸张呢？这整块山林就这样完蛋了。